当我们在进行焊接之前，先检查系统所有指示灯是否正常绿色，红色是报警。根据各种材料厚度选定匹配参数，比如我们要焊接2毫米不锈钢，可以选择2毫米工艺包参数设定。把安全地线夹在工作台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地线夹不可以与氩无焊地线夹在同一个台面或连接在一起。夹上安全地线之后，当焊枪与工作台面接触时，系统显示屏界面会有导通指示灯亮为绿色，打开光闸开关就可以进行焊接。